280万。亮眼白色船身，修长流线的造型，这一艘游艇水瓶座在阳光下显得耀眼。它停在旗津的港湾边，等着被拍卖。其实去年的11月底，水瓶座在海面上高速飞驰，展现效能。当时驾船的是运毒小弟。我是高雄海巡队，请您停船接受检查。游艇蛇行踪，海巡人员冒险登艇，水瓶座游艇在高雄茄萣外海被拦查，船上有毒品之外，周围的救生艇上满满的麻布袋也是毒，全部加起来800公斤。这艘从泰国运毒到台湾的高速游艇水瓶座，2021年出厂，造价3900万元，当时的买主就是打算用它来运毒，所以把豪华的内装通通都打掉，换成了4人睡卧上下铺，再加上小厨房可以供三餐，茶器没收之后，现在起标价1680万元。船籍为43共和国，2021年制造，总吨位为104吨。为了保全它的价值，嘱托高雄分署予以变价拍卖。哦，伊也爬上来，伊也在船上人会注意啊。哎，今天那个也也唔像这么稳啊。因伊的保养卡种会稍微较贵啦。而且伊爱停油艇码头，伊无法度停鱼缸。你停块租金？货舱啊，就轻的哦。特别打造来运毒的游艇，内装跟其他的游艇其实不太一样，货舱特别大，还有游艇上难得出现的小厨房。7月初要拍卖，能不能有赏识它的买家出现，让人拭目以待。三立新闻林正和朱以荣高雄报。